研究机构认为，虽然 PC 产品市场需求不如预期，但是受惠于行动装置的需求成长，预估今年全球半导体产业的产值上看3100亿美元，年增4.5%。展望明年，行动装置需求强劲，可望持续带动了通讯晶片产量成长，因此看好2014年全球半导体产业产值有机会来到3230亿美元，年成长挑战4.2%。